過往一段很長的時間，即係香港啊講話分化咁樣，然後啊好多人仍然相信就係話，即係香港社會又好，或者未來又好，其實都係要靠個中間力量。咁、我知道即係你亦都曾經有段時間係希望有個角色啊，即係中間力量嗰度嚇。而家咁樣睇，其實即係仲有中間力量去咗邊咧，或者係咪已經可見一段時間？個聲音會更加之冇咗，即係然後到唔知乜嘢時候，有啲咩因素轉變，先至即係可以相對翻去一個我哋會覺得即係一個正常嘅狀況。我諗中間力量，即係真正嘅中間力量生存空間係好細嘅。即係譬如，如果講翻即係最大嘅嘗試，當然就係2010年嘅政改啦，係嘛？即係我同其他學者配合啲泛民嘅政黨。去爭取一個我哋認為可以接受的政改方案，而最重要是希望同中央創造一個良性的互動。但係中間力量的前提就是要取信於兩邊啊嘛，既取信於即係民主運動市民，亦都取信於中央。所以當時一個我哋嘅角色就是一定要有一個夥伴喺香港公民社會。當時我哋就是泛民政黨，佢哋有很多嘅民意支持。他們有選舉 的認受，我們要跟北京經即北都大家有一個基本的信任。現在的問題就是你要做到跟北京的對話，他接受你，現在以今天北京的標準，你 只能夠100%忠誠。你100%忠誠的時候，在今天的環境你 怎麼取信於香港的市民呢？而第二就是我想香港的民意都是改變的。經過了即反送中的一個洗禮，以及這年多以來的政治壓迫的時候，在公民社會裏面活躍的人可能他們會再走了一些，即現在的情況就是兩邊都再向他們的極端走多一步的時候，那個中間的力量怎樣可以爭取到取信兩邊進行發揮的作用呢？我看不到那個空間在哪裡。現在走出來的所謂的中間力量，即對很多人來說只是建制派的 B 隊，即是包裝到無黨無派，但實際上是 為政權 去背書。所以 我看不到真正的中間力量在這一刻會有任何的生存空間的作用。現在可以很快出現 的中間力量，所謂中間力量就可能好似即係容海恩啊呢類咁嘅人啦，係嘛？即係努力包裝為一個無黨無派，但係實際上大家知道佢係咩嘅性質、咩嘅身份。中央可能需要好多啲咁嘅人嘅，但係即係我諗香港市民眼睛係雪亮嘅，即係我哋唔會俾呢種咁嘅中間力量 A 貨去蒙騙到。改個選舉遊戲規則對而家嘅建制派應該都有啲衝擊，因為建制裏邊亦都講得好清楚啦，即係要選委會個改動，其中一個重點都係溝淡，所謂溝淡一啲即係商界，咁似乎都係講緊一啲大商界，又或者係過去可能會覺得係即係對中央表面上就好像很認同，但實際上背後呢可能很多的抗拒啊，包括就逃犯條例修訂的時候，商界也走得好前啊。這些變動一即是會對即是商界在香港的角色政治影響，第二就是一些政策，特別是現在他說到明了，即是要解決一些房屋啊等等等等的問題，咁低收入啊，基層嘅啲問題，咁嗰個政策上可能會唔會係由過去我哋會覺得係所謂偏向商界，到可能就會係真係要即係向佢哋埋手埋頭。即係我一路都可能大家都聽到好多講法咧，就話如果處理完呢個政治問題咧，就着手民生。而解決民生咧，應該解決香港問題，或者你見到香港政府嘅論述咧，都係話年青人不滿，因為買唔到樓。即係我諗佢個邏輯就係好貫徹嘅，就係香港問題好大嘅比例咧係經濟民生嘅問題。政治上唔讓步之餘咧，其實仲有位走嘅就係解決咗頭先講一連串嘅問題。但係個問題係咪
咁簡單咧，即係呢個就好值得爭論啦，係嘛？即係你就算我哋睇翻好多就睇翻今次反送中，真係一啲低下階層冇乜前途嘅人，先走出嚟去表示不滿嘅咩？你見到又唔係？而家我哋講緊三分一嘅人啊嘛，係嘛？而呢啲好多係香港嘅經濟上嘅中流砥柱，大好前途。你見到就算35+被捕嘅人，好多係資源人士，本來大好前途嘅。佢呢套咁嘅邏輯點樣解釋呢一樣嘢咧？點樣解釋純粹經濟可以解決到香港嘅怨憤問題咧？我唔可以話解決民生問題唔能夠解決即係香港一啲部分嘅矛盾嘅分歧，但係即係似乎而家我哋面對嘅局面就係話經歷咗反送中之後而引發一連串嘅政治壓迫咧，其實我覺得將香港問題更加政治化咗，對好多人已經係唔係牽涉純粹經濟上嘅公義問題，而係整體嘅制度係咪？符合一個公義原則的問題，所以就算你真的能夠大灑金錢釋放土地將樓價壓到很低各樣都好是否真的解決了2021或者以後的香港中港矛盾呢？我自己其實比19年前更加覺得個機會是小了，而當然在這個過程裡面當你進行一個所謂他們眼中的社會再分配的時候會不會衝擊到同資本家的關係？更加重要就是同整個即係世界金融體系的一個嘅信任問題咧。即係當香港由一個所謂的高度自由的經濟體系變成了一個高度參與、強烈分配的時候，西方市場係去點樣去反應咧？這個又會不會長遠影響到香港經濟嗰個發展咧？當大家不再相信呢個自由經濟體系，或者覺得很難成為一個金融中心的時候，是否真的對香港沒有影響呢？這個是否可以純粹靠香港不斷泵錢，中央不斷泵錢 去解決到呢？我想可能較之他們自己想像是更加複雜的那個挑戰。公共政策制定講很多的理論、如果理論上、即是講一些理性的分析、一些數據、一些研究、或者一些大的一些的原則，而家落去香港嗰、那個，即係或者過去一段時間，或者另外就可能跟住落去香港嗰、那個公共政策，會唔會更加之難，即係仲難去掌握，或者係特別嚇而家 AO 究竟個角色係點樣啊？過去其實一啲政策制定裏面 ，AO 或者一啲政策嘅穩定性啊 ，AO 制度、政務官制度嗰、那個可能都係一個重要嘅因素，但係而家呢啲因素係喺度變得很緊要。從一個政策角度來講，會不會香港會進入一個相當難預見或者政策不明朗，即是政策制定的個過程以至於一些準則不明朗的這樣的時期？現在即其實那一段時間都好，我們相信AO 是一個很重要即守護香港的制度的一個資產來的，原因就是不是關乎 AO 本身價值是否進步的自由開放的問題，而是他們始終是相信有規有矩、既定程序應該跟著、法律條文 要遵守，但是 AO 能夠發揮到這個角色其實不是單純靠他自己的意志，他有時他們都會利用即議會的，是吧？即跟反對派有些互動，透過反對派的聲音給回政府壓力，希望守住制度的人就有一個很強烈的後盾，而在 AO 都可以利用社會的民間力量，即譬如說你找些什麼專家財務委員會，你找些什麼人去做諮詢過程，其實都在個輿論的製造裡面是有個主導能力的，但很不幸剛才講的那兩種 的外在力量都現在已經不存在了、議會上面沒有泛民的聲音，在社會上面其實現在你見到越來越多諮詢委員會、法定組織似乎講紅多過講專，而喺就變咗，即係你可能而家聽聞話，究竟個宣誓嘅表示效忠啊，愛國者治港係咪應該包括埋啲重要嘅法定組織諮詢架構嘅時候，我相信會發生嘅。嗱喺咁嘅時候，其實你已經篩走咗好多好多願意去秉承住佢嘅知識嘅對知識同埋專業嘅尊重嘅人去發聲嘅人。嗱咁嘅時候，即係
就算 AO 是有心都好，他仲願意守護住現有的既定程序和法律精神都好，其實他已經沒有什麼後盾可以存在。加上當然在這樣的大環境之下，還有多少 AO 願意這樣站得硬一點呢？我都會比較擔心。所以我們的政策是越來越嚟越難預測咧，我覺得唔係啊，而家反而就係可能好易預測嘅啫。政府講咗就係噶啦，因為立法會即係無論點講都點完善都好，即係我諗個橡皮圖章意味係好明顯噶啦，係咪？啲反對派會裝模作樣講下一啲意見，係咪？你見到而家都有啦，但係個投票結果你可以預知嘅。社會嘅聲音、反對聲音能夠有講到出嚟嘅，其實空間越細嘅時候。即係我哋變咗係一個好有效率嘅立法過程添，但係係咪一個好嘅政策？呢個就一個好大嘅問號喺度存在住。中央可能佢有個睇法，就係會覺得喺大陸得，即係所謂即係你做到成績出嚟，啲人揾到錢啊，生活質素係提高咗。咁有啲民調啦嚇，即係都唔知係咪信得過啦嚇，即係滿意程度相當之高嘅，即係對呢個中央政府，會唔會都會覺得喺香港可以搬過嚟？就係話你搞得掂住啊，搞得掂咩其他嘅一啲嘅貧窮問題啊，咁樣即係香港人啊，社會就會乖乖地噶啦，咁樣咁所謂政權嘅正統性咁，都係講表現，交到功課得唔得咧？其實香港，喂，這個當然係即係佢對香港嘅態度，當然就好大程度上係佢對自己嘅管治嗰個嘅模式嘅信心，係咪？即係你所講咧，係經濟先行，政治改革可以等或者冇，只要温飽，人民就滿意。這個係佢，我諗佢好相信嘅，這個就所謂中國模式嘅關鍵。應該是放之四海而皆準，但是我想他要明白，香港的情況就是內地的情況就是有一個近乎經濟破產的地方邁向繁榮，對比就是這樣，但香港並不是這樣，香港一直都是處於一個比較前列的經濟水平，而更加重要就是香港雖然沒有民主，但長期有一個自由的傳統，而我覺得現在最令人擔心的地方就是我們一直覺得對中國來說，新加坡模式是最理想的，是不是？新加坡模式就是，其實都是沒什麼自由，但是發展了經濟，但新加坡模式始終是有規有矩的，是不是？它始終都會遵守一些法律的制度程序，有一些可預見性，人民知道怎樣去計劃自己生活，有些什麼可以做，有些什麼不可以做，但現在我們看到香港的情況，其實是更低於新加坡模式是很多的，因為我們看到是一個無所適從 的政治局面，那些所謂的法律其實我們都不知道在說什麼，那條線究竟在哪裡呢？是吧？所以我想現在是最慘的地方，就是現在我們看到新加坡模式的 minus， 不是 2.0 不是 3.0、而這個較諸內地的個標準可能是更加嚴苛，這個就是我想正正現在香港面對 的困難的局面。大學的變化都很大了，因為都很明顯，就是會覺得香港的青年人是問題，青年人問題是教育問題，教育問題除了中學、通識之外，就是大學就是那個問題，會不會或者我們現在已經見到就是一些比較大的一些變化管控啊，以至於言論啊、校園裏面嗰啲活動啊，落去都會有段相當，都會有段時間會仲惡劣。咁嘅情況之下，會整個香港個大學係一個咩嘅狀況咧？會係我頭先講話，即係令我好痛心嘅就係我冇諗過，即係香港公民社會嘅崩潰程度係咁快咧。其實大學都係即係同樣嘅縮影。你見到其實好多大學裏邊他們一些比較敢言的教職員工會其實被瓦解了，他們的學生會也都被學校用各種行政手段扼殺了，譬如說即有幾間大學都開始說我不會幫學生會收會費了，那即學生會不會有錢，有些甚至說不如你自己去成立一個獨立註冊不關我們事，差不多我所有大學的民主長期都消失了，
有一部分大學據我了解，其實係更加變本加厲，譬如學生會大樓要整個閘，要你拍卡，招你邊入咗去各樣。即係而家好似覺得學生係敵人。而當然佢哋敵對嘅原因就因為即係呢班人可能會為佢帶嚟政治麻煩。即係我諗嗰、那個那個信息係每一個機構都掌握到，就係忠誠係好重要嘅。唔單止係話你係咪想從事公職，你個機構的發展前景，譬如話撥款各樣，都是受影響的時候，我諗大學校長都會心領神會。所以我想是越嚟越壓縮的環境。咁當然再會唔會再差一步呢？其實你呢幾日聽楊潤雄講，其實可能又進一步又會嚟嘅咯。即係佢又話講大學的課程咧，都會應該引入一啲國安教育嘅元素裏邊。究竟係點樣做呢？我唔知道。但係即係。大學管理層都會心領神會，就係、是、我哋都要做一啲嘢，究竟做幾多少？你加上個大環境，我諗而家都會好強調就係、是大學要面向大灣區嘅發展。其實呢幾年個趨勢已經開始㗎啦，即係無論係喺國內設分校又好，設立一啲研究基地啊、博士生站都好咧，即係意味就係兩者個關係越嚟越重。咁而呢度會影響咗嗰個人事任用嗰個方針，因為如果你當你哋嘅大學嘅發展嘅資源或者方向越嚟越面向大灣區嘅時候，你就好自然會聘用啲教授要首先掌握個語言先啦。更加好嘅就係佢熟習國內嘅制度同埋人事嘅關係嘅時候，咁你即係換句話講係會一定會請多啲內地嘅朋友。呢啲朋友嗰個教育質素各樣資歷。無需懷疑，我哋到呢刻都係要求好高嘅，但係即係佢哋嗰個嘅對好多問題嘅睇法啊、政治傾向啊各樣嘅時候，會唔會同我哋本地人有啲分別咧？我覺得係有嘅。而個問題就係從大學角度嚟講，如果我哋要面向大灣區，我自然要請多啲咁嘅內地朋友嘅時候，即係換句話講，我哋嗰、那個外籍教員嘅比例啊，就會少咗噶啦，因為即係個經費就咁多啦嚇。咁另外就係即係國內可以有各種嘅方式利誘你翻去嘅，譬如研究經費啊各樣。咁所以我諗整個邏輯，我哋會越嚟越配合咗國內嗰個發展。咁我諗呢個似乎係冇辦法去扭轉嘅局面。個問題就係會唔會將個程度發展過程裏邊都合理化一啲咧？各個持份者有多啲發言權，去就住嗰個形式、方向、速度有多少少嘅制衡力量咧？咁呢個就要靠大家嘅努力啦。不過而家似乎睇嚟個形勢又唔會咁樂觀嘅。成個形勢都唔差，你譬如話個喺好多地方嚇，即係學者，即係一個社會嘅公共知識分子，對於成個公民社會亦都係相當重要。仲有冇角色咧？或者即係會唔會一啲學者都會收聲啊？寒蟬效應會陸陸續續會見到。我諗主觀客觀上邊講出嚟講嘢，學者都會少咗嘅。一個呢、這個唔單止係佢個人意志咧，而家你見到好多傳媒機構可能都有啲名單話呢啲人唔好揾佢啦。或者你做了之後，台長即係個主管嗰個覺得不要出街，即係呢個都會發生，而實際在發生緊。咁而主觀上邊，我諗我哋都唔可以當一切照舊嘅，係嘛？事實上係有一條叫國安法，事實上嗰把刀係真係已經喺我哋頭頂。咁所以我諗即使願意講嘢嘅人咧，自己都要作一啲調整嘅。未必係。徹底收聲啦！我諗相信仲有好多人唔願意徹底收聲嘅，但係即係用字方面啊、表達方式裏邊咧，需要做一啲調整。有時可能要即係有一啲幽默感啊、創新嘅方式去表達你同樣嘅意見。我諗大家都學習緊啦，但係我諗原本講開希望圈裏邊嘅所謂即係公共知識分子，大家都會覺得講得日得日啦，盡量講啦。即係我諗好多人嘅抗爭方式都係我盡可能做翻。我做開嘅嘢，繼續存在住，令啲人睇到就仲有啲咁嘅聲音，係重要嘅。而大家都有一個集體嘅互相期望啦，即係如果我見到邊個邊個仲講緊，我又冇理由收聲嘅。調翻轉頭，我就會擔心如果我唔講，
他們看到我消失了，他們都會退。如果個個都是這樣的時候，香港的情況就會差一點。那我想大家都是依然有心的，希望 我認識那班，不過就要有一個聰明一點的辦法啦，或者有時有些事做了又不用說的，即你實際幫了某些人，幫我們的學生各樣的時候，我想現在要吸取的經驗就是，就算你有一個什麼的好想得很透徹的抗爭辦法啊，救港策略，你千萬不要寫個十點建議書出來說怎樣 去進行，因為這個可能會你帶來很大的麻煩，所以我想是要有一個大家要有一套之間有一個另外一種的溝通的辦法，我們很難再好像以前那樣用一種很大鑼大鼓很高度組織性的方式去出現，但是有時候化整為零各自為戰的都會做到事，但是這個真的摸索當中，即是那一天都是一天，其實簡單來說。好， Ray 還有沒有什麼想補充？差不多了。我想因為首先 Ray 即是說繼續發聲，我覺得是挺好用來結束今天我們這個線上談的第一集，麻煩多謝 Ray。